再过四天就是情侣最关心的日子，不要问我要送玫瑰花还是巧克力，要吃午餐还是晚餐，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再过四个小时就到了2月14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这普通的礼拜四，吃着饭，走走猫，踩到阳台这个花，看着枯萎的花，期待某天你们的恋情也会这样，这样。是难一个人吃晚饭，没有情人节的套餐。一年365天，有14个情人节，等于每年花了336小时度过。吃着饭，逗逗猫，再到阳台浇个花，看着枯萎的花，期待某天你们的恋情也会这样。红彤彤的笑脸。